Hello，大家好，This is the Benji Show，我是 Benji 黄 Benji。今天我们要去找我的朋友王丽丽，她寄了一本书叫《觉醒的你》，我们要聊里面的内容。Right after my coffee。Hello， 第一次来哦，第一次来，现在到他们的办公室，就是王丽丽，我的朋友。你看这一尊，这一尊呢是 Vishnu 啊 ，Vishnu 是维持宇宙的神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这个宇宙它就会散开，那就很麻烦了啊。它也代表说，在这个宇宙里面，我们所有能看见的。这个能力来自于他，不管是你的思想也好，或是你的身体，或是你看到的画面，或是听到的东西，能看见那个就是他，有点像那个在美金后面，它有一个金字塔，上面有一个全知之眼啊、那其实，在印度啊、就是 Vishnu。哎呀，对啊，有一些人不知道，对吧？很好。而且这个版本，对，这个版本就是什么？巴厘岛的。而且哦，我跟你说，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哈努曼啊，哈努曼，这哈努曼。这个也是 Vishnu 比较小一点。这个也是从巴厘岛带回来的。是 Vishnu 没错，但是他骑什么呢？他骑 Garuda。那 Garuda 呢是把所有那些负面的人吃掉，他是吃掉负面情绪的，他很厉害。哇，那你也可以。哎，那这边要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个哎，象神。对，这个也是象。Yeah， 还有这边啊，佛陀。OK。哦，还有最重要的橘色的绳子。代表 lucky lucky 哎。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。比较专业形式的访问。OK， 好，我们坐下。等一下，我们没有输哎。没事没事，坐下。好，坐下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一次要模仿一个80年代 old school 的心灵专访 ，VHS style， you know。但是我先要 setting 一下设备。OK。好。Record。All right, all right。OK， 要记得 opening 跟 ending 哦。OK， 我们 start with opening。噔，哟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《觉醒的你》这本书呢，很厉害，是我的朋友王丽丽介绍给我的。王丽丽，她长这样了，噔噔。嗨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要推荐给你们一本很好的书，如果你有听过欧普拉，相信。他推荐的书都不会太差，之前是秘密，然后这一本呢也是他的床头灵修书《觉醒的你》，推荐给喜欢身心灵主题的朋友。Yeah, all right， 大概是有好几段嘛。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内在室友，是他讲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内在呢，常有另外一个我们自己，然后常常会喋喋不休，然后常常会说你觉得你这边不够好，你不够漂亮，你不够帅这种。好像另外一个唠叨的室友，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安静，不要吵了，这样。对，好像说我们的声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阻碍，是因为心里面有冲突。对，那其实这个冲突其实有几个来源，一个是父母嘛，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声音是爸爸，一个是妈妈，但是现实生活中爸爸跟妈妈常常吵架，那两个放在心里会不会吵架？当然会。会啊。这本书里头除了提到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觉察，有时候发生的这些事件或者太多的杂音，我们应该要退后一步看。所谓的退一步，找到那个在看见所有的念头跟情绪，还有事件发生的最后面，的那一位，你要站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它主要原因其实就是这样，你才可以整理。嗯哼，你看见了，你才可以改变它。是。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他，你注意力是我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的个性的话，这样子没办法改变，因为你就是这样啊。对。但是如果你是后面看着这些思想念头认知，
的那一位，哦，这个认知对这个当下好像不符合，我来改装一下，嗯哼，或是我选另外一个思想进去，或是我不知道什么思想，我改天它出现或是我去找的时候，我再把它融入进来我的思维里，嗯哼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厉害的内在工具。所以打坐这件事情不是你一直要在这个位置，而是偶尔要有办法拉到这个位置去调整一下再进去嘛。是，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过程，就是我们书名讲说觉醒的你，就是当你有意识到你自己情绪上来，然后你有意识察觉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往后退，这个过程就是在觉醒，就是在灵修之路。所以他说其实也不是说要大家都变得很厉害，看了之后或者是就马上变成随时随刻二十四小时都保持在那个位置，而是说你偶尔还是会被这些情绪跟念头给牵引，但是你会知道有另外一个你是坐在比较后面的位置，在看着你刚刚被影响的那个你，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，你不是你认同的那个事件，也不是你认同的那个经验，这时候你就觉醒了。嗯，那如果你看了这本书，你真的就可以，你开始要被惹毛的时候，快爆炸，你突然哎，我要爆炸，我退退后呼吸 hold 住，为什么要爆炸？了解一下，因为你生气爆炸完之后，你会后悔啊。嗯，最后悔的你不是刚刚做那件事情的你啊，对吧？怎么可能后悔的你也是做那件事情的你？不可能嘛，对吧？因为后悔的你不想做那件事情，怎么会去做？所以你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呢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抓到自己快要爆炸。嗯，因为你太投入了，有的时候你开始思想的漩涡开始转的时候，你要发现，哎，我快要溺毙了。嗯嗯，这个这个觉醒觉察，对。嗯，哎，我刚刚好像飘掉了哦，对。啊，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觉醒的你，就是站在后面的。对。但是跟我们刚刚讲的，你不要一直站在后面。对。偶尔嘛。嗯。偶尔退后一步。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这本书你就看一下。嗯。看一遍，两遍。其实一遍就够了，因为他写的够简单，够白话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做 ending。好，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，我强力推荐。好了，其实呢，我们班杰呢，之前其实经营过漂浮啊，在之前的那些漂浮的经验里头，有书里面蛮多看到很多像类似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如果你有在就是在灵修的路上。有学习过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让你可以更深入的走向自己。那所以谢贤他今天呢特别推荐给你们，那我们可以一起呢来共修，在这条路上呢就绝对不会孤单。因为情绪管理很重要。对，嗯，如果你不懂啊，怎么去拔除心中的刺，请看我们的经典回忆，我们的盖宝呢就是我的干儿子，也就是他生出来的。好。他会教你们啊，好好的观赏一下盖宝。他要给你什么？给你个恐龙玩具。这个。这个。这个不是玩具。不是。它是 magic stick。You know？ 魔法棒。魔法棒。呀呀呀！如果你呢，生气的时候，会不会生气？所以呢，因为我们气，我们就要拿这个魔法棒啊，我们把它翻过来啊。我们气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在脑袋刺我们的脑袋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这个翻过来。对。所有的刺。听到什么声音的呀？现在里面有刺，所以有这个声音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那些脑袋的刺，让你生气的刺，它会慢慢的。留下来，哇哇哇哇哇，是是是是，整个通通放掉，通通放掉，对，通通放掉，再摇一下，啊，通通放掉，就不生气了，就不生气了，啊，懂不懂？啊，给你，你要生气你就通通放掉，通通气，通通气，很麻烦呢，啊，摇一摇，剩下的还有几针，啊，没了，生气很麻烦呢。好了。
还好我练过铁头功。等一下，我生气了。没了。啊，只要生气，用这个就可以解决了。这生气很麻烦的。生气很麻烦哦，所以要有这个啊，魔法棒。送给你啊。好。你们说谢谢。谢谢。跟你们一起合照，跟你们一起合照。拿着魔法棒，跟主持人照。嗯，会了。好了，成。厉害。太好笑了，他今天。好，给。